极乐世界是非去不可，千万不能疏忽。啊，为什么？我们要不在极乐世界，在任何佛国度修行，要想证得无上菩提，那是无量劫。 时间太长太长了，啊，无法计算的。那么要往生极乐世界，一生就成功了，不要等来世啊。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佛法，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诸位一定要知道，人并没有死啊。 死了要搞六道轮回啊，去不了啊！啊，到极乐世界是把身这个肉身放下了，神识到极乐世界去了，没有死啊，没有死的这种痛苦啊，每一个往生的人。 寿命到的时候，佛知道，佛来接引你，先放光照你。啊，这个人念佛的人得到佛光助照啊，他的功夫就提升一倍。像我们现在念佛，没有得功夫成片呢，佛光一照啊，哎。 就成片了，你看，所以他往生自在啊。如果念到功夫成片的，那是有把握往生啊。像这个海贤和尚，他就是功夫成片啊，所以他能自在往生，他什么时候都可以走啊。啊，什么时候可以走？条件是有了，阿弥陀佛不来接他。 啊，不接他什么？叫他发一点慈悲心，给我们众生做些好样子，让我们对净宗更加深信。啊，疑惑通通拔除，这个功德就很大了。啊，谁做呢？他可以做，他有这个条件。啊，随时来表法的。 啊，在这个世界，表法的人要能忍辱啊，要能吃苦啊。啊，如果不能忍的话，那么不行啊。那阿弥陀佛早就把他接走了。啊，他能忍，啊，真受得了啊。啊，那么又有慈悲心，啊，他就应该。 要担负起续佛慧命、弘法利生的使命，啊，他用表法来弘法利生，啊，完全做榜样给你看，啊，什么时候看出来了，你对他佩服五体投地，认真向他学习。 啊，那他就度了你了。你怎么得度的？你怎么会深信的？因海贤老和尚的表法。啊，他这个表法度无量众生呐，不是度少数人，度很多人呐。啊，我们有使命。 有义务要为他介绍，啊，这个光碟这些文字要流通，啊，不但要把它流通，还要把它翻成外国字，介绍给外国人，啊，光碟做好之后。
在配音啊，配外国的语言到国外去流通。啊，那么这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宣扬的。啊，他这个一生90年的表法没有白做，做得非常有意义，做得非常有价值。啊，他真做成功了。啊，让许许多多的众生看到他的光碟，看到他这个文字，对敬重产生无比坚固的信心。啊，永远不退转不变的愿心。啊，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种心一发，功夫不间断，个个决定往生。啊，我们要续佛慧命，把他这个事情扩大，啊，让所有念佛人都知道。啊，说明每一个人念佛往生极乐世界都有希望，都不是假的，都能往生。不要怀疑，下面又不推转是梵语啊，梵语二毗八支，弥陀经上说的啊，本经中云，住不推转，下面呢又说得不推人，这都是根据唐译这经文。至于位移的，则只云得不退转。啊，没有得这个不退人。啊，唐译的有不退人。啊，静音思所云。大乘众生闻弥陀威德广度，坚信愿求，故得不退。闻此多业了，誓与嫉妒名是自庄，这个庄就是庄严。底下念老有解释啊，这个意思是说，大乘众生有大乘根性的众生，读了这个经，或者是听这部经，读要多遍，遍数少了不行。那中国古人教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为什么呢？没有一千遍呢，你的印象不深，你得意了不大。啊，所以我得到这个光碟之后，我就介绍给我们近边的身边的佛友啊，起初我叫他先看30遍，一天看3遍，10天，这个10天是让你自己对老和尚一生有个概念，然后真正发心学他。啊，学他怎么学呢？要把这一片《
当作经典来看。啊，这一片光碟跟无量寿经没有两样。无量寿经的总结就是结专念阿弥陀佛。啊，跟华严经没有两样。所以要把它看作华严无量寿经法华经，这样就尊重。啊，然后怎么下一步的时候，我就要求大家要看一千遍，一天看三遍，十天看三十遍，一百天看三百遍，一年，一年就是一千遍。一年如果专看这个，看这个，专念阿弥陀佛，我相信一年呢，你就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最浅的叫功夫成片，一年你就可以得到啊，万缘放下，什么事都不要搞，用一年功夫你就取得西方极乐世界，到时候你肯定会见到阿弥陀佛，想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就带你去，你也想学海鲜老和尚来表法，我相信阿弥陀佛一定赞成。啊，寿命不长没有关系，阿弥陀佛会延长你的寿命。啊，这个好啊，这个是什么？这什么时候做都可以，很自在啊。一年功夫，啊，你决定得到，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不干呢？那这一年你过得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啊！一生当中这一年是最好最殊胜的一年啊！他真干。那么净严寺这段文是在无量寿经一书里面的啊，念老底下给我们做个简单的解释，盖为文明求生志愿坚决，故得不退。我教给大家的方法就是这个啊，用一年的时间啊，把这个光碟看，前边啊，一千遍下去了，记得了，慢慢你就开悟了，你真的明白了啊！要这个地方世间一切法了，要放得下，决定没有丝毫留念。学老和尚的行李啊，老和尚用什么样的心态处事待人接物？用什么样的心态看佛菩萨，用什么样的心态看一切众生啊，真向他学习啊，所以他求生志愿坚定果决啊，所以他得不退，是欲利他了，这也是老和尚做到的。他要没有这一句，阿弥陀佛早就带他走了。他是于利人，利益一切众生，所以阿弥陀佛叫他表法啊，故名弘誓功德，以资庄严啊，自己的清净庄严不在外表，
不是身相好看，啊，不是衣服穿的整齐，啊，不是寺庙盖的庄严，不是的。我们看到海贤法师住的来佛寺是个很普通不起眼的小庙，啊，里面住的真的是高僧啊。住的真的是大德了，啊，以大德为自庄严，这是真庄严。啊，那么今天下莲宫汇集的这个本子，根据唐译为主不退转，经文上用了这个词。含义稍深，但不妨认引净严疏啊，以指其中的初步。净严疏说的比较浅显，我们容易下手啊。住不退转呢，这句意思比较深。初学不便下手，那么这一句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这两句话正是海贤老和尚的写照啊，可以用这个做一副对联送给他，供养他。他真做到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德不退人啊，这就说明这是唐译的本子里头啊，唐译本里面25亿众生得不退转啊，40亿菩萨得不退转啊，这个得不退转，仁者大乘一章云，慧心安法了，明智为人，智慧，真正的智慧安住在佛法当中，这叫人啊，安住在佛法了。什么法？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我们看看海贤老和尚、海庆老和尚啊，他们不就是一生，这是真正智慧，烦恼心不心的，他住不下去啊，他会变的，他会改啊啊，真正智慧90年不改变，老和尚的一生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就是住在戒跟苦里头啊，用什么住呢？什么会呢？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这一句佛号
啊，能叫你在苦在戒里面得快乐。我人家看到很苦啊，你很自在啊。这是真正修行的功夫。慧能大师当年在世，是禅宗的奇迹啊！他一生当中，在他麾下开悟的有43个人，43个人用的方法都不一样，没有一个是相同的。那这就是真善知识啊！不是真善知识，没办法，自己要真一下功夫，功夫完全在放下，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执着是见思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放下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在哪里练功夫呢？见色闻声，我眼看外面颜色，耳听的声音，念什么呢？念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所以念佛人有妙处，念佛人心里就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这什么都没有啊！参禅学教都需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很难做到。所以比较起来，净土容易啊！净土一生真能成就啊！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啊，信愿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成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之菩萨啊，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真是成佛不费力气，马到成功啊！啊，希望大家要认识这个法门啊，这个法门确实难信易信，很容易做到啊，就是不容易相信啊，真正做。是认识清楚了，正干了，没有做到，都是认识不清楚。啊，昼夜相继，日夜不停的，就像地贤老和尚教锅炉匠的方法，昼夜相继啊，这一句佛号念累了休息，没有一丝毫压力，休息好了接着训练啊。锅炉匠做榜样给我们看，3年成就了啊，站着往生。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没有知识，也没有技能啊，学了锅炉匠这个手艺，只比讨饭稍微好一点，比乞丐啊，实际上是差不多。这种生活他过了40多年，苦不堪言呐！啊，所以看到从小在一起的玩伴地贤老法师，他
他们从小一个村庄长大的，看到的出家不错啊，有吃有喝的，有穿，还有地方居住，是不操心啊，发心出家。啊，什么都不会，人有笨拙啊，你教都教不会了啊。所以地仙老法师只教他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会不会念？行，这个会，那一句就行了啊。实在讲，他就一句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都不懂，理也不懂，事也不懂啊，就这一句佛号念了三年，那他真与这是真。往生前一天，啊，他出家这个三年，没有离开小庙。啊，这一天离开小庙，到城里去看看朋友，那什么，见最后一次面。啊，他也没有告诉他明天往生。没告诉任何一个人。我们只看到这个举动，知道他与世事。啊，这一天看朋友都看过了，晚上回到小庙，告诉老太太，老太太，明天中午不要替我烧饭，就是这么一句话。老太太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以为今天出去看朋友，可能明天有朋友请他吃饭啊。老太太这么个想法。到第二天中午，老太太到破庙里面去看看啊，师父在不在，是不是又出去了啊。到破庙里面看，没人，喊师父没人答应，最后看到师父站在房间里面，面朝西方啊，手上拿着念珠啊，走了，站着走的。乡下人从来没有看到人死是站着死的啊，真的让他吓了一跳啊！乡下还有一些护法，地仙老和尚的在家弟子，他马上通知，大家都来看，赶紧到城里去给地老报信。啊，郭鲁阳往生了，走了。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完全是走路，从小庙走到宁波关中寺啊，这一个来回三天，郭鲁阳站三天第三天地仙老法师来了，替他办后事。地老对他赞叹不绝了，哎，你真太好了，没有白出家一场啊。啊，天下，那讲天下就讲全国，弘宗严教的大法师啊，名山宝刹的方丈都比不上你这个成就，是真正的成就啊！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啊，留下这样好的榜样，利益众生，
让我们虽然没见到听说啊，他的事情，大光法师在《隐尘回忆录》里头记下来了啊，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记载，深受感动啊。我们修净土跟谁学习？跟咕噜匠学习就行了啊，多么简单，多么容易！任何一个人都做得到，只要我们肯做啊，昼夜相继，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啊，求生净土啊！啊，这就是常念不绝的意思啊。《非师小乘品》里头有一句经文，于此经中生导师相啊，导师引导我们，引导我们离开六道轮回，引导我们摆脱一切烦恼引导我们化解无始以来的习气引导我们处理六道轮回引导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引导我们圆满成就佛道这是我的导师啊这个导师是谁呢就是这部经这部经从哪里来的从释迦牟尼佛来的从阿弥陀佛来的啊这个里头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等于亲口所说我们今天得到了这还得了吗这不得了啊这大事一桩啊无比殊胜的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非是小乘品里面啊，这是这个说法。受菩提记品里头又有，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三藐三菩提。啊，这是什么菩萨？语言不成熟啊，没有缘分听到啊，没有缘分遇到啊，所以有这么多菩萨对无上菩提退转啊，退转我们不感觉的奇怪，为什么会退转？阿赖耶里面无世界以来的烦恼习气
没有缘转过来呀、啊。佛只有在这部经上讲得透彻，讲得明白，讲得清清楚楚，我们真听懂了，真搞明白了。真正觉悟了，就能够把烦恼习气放下。啊，真正放下万缘，一心专念。这是最后一缘，这就圆满成就啊。世尊，悲心无尽，普摄无余，故平以持念本心为全。这话念老说的啊，释迦佛无尽的慈悲啊，阿弥陀佛慈悲心之广大不可思议，念念都给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加持，所以普摄无余啊！只要我们真肯往生，真愿意往生。那不愿意在这个世界再耽误，早一天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再到这个世界来帮助苦难众生。我们今天帮助是没有离开苦难，我们再来自己离开苦难啊，那是什么身份？化身菩萨来度化众生，不一样了。这是我们不能不争取的，是我们决定可以争取得到的。啊，世间富贵，没有那个命，你争取不到。啊，争取到的，无论用什么方法争取到的，都是你命中有。啊，命中没有争取不到，念佛往生是命中有的，我们命中有的。啊，命中怎么有呢？是心是佛，是心是我自己的心，我们自己的真心是佛。我求生极乐世界是是心作佛，所以决定能成就，跟世间的富贵不相干。富贵不可以勉强求啊，成佛往生极乐世界可以求，本分的事情。所以弥陀释迦啊，频频不厌其烦，无量次的劝勉我们要受持无量寿经，要念无量寿经，要念阿弥陀佛，一定要求生净土。那就世尊一劝持念本经啊，为什么？这个经中所说的真是一尘缘海六字洪明之无上大。
大法王啊，一尘就是作佛啊，代表的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愿愿都是帮助众生，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我们要记住啊，要牢牢的记住啊。要受持，啊，接受、保持不能失掉，分秒都不能失掉。啊，方法就是六字后面这一句佛号，啊，这一句佛号是无上大法。什么大法？成就究竟圆满的大法啊！究竟圆满是一样都不缺呀，无量智慧，无量德能相好啊，变法界、虚空界、事处世间一切法，统统具足，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啊，只要你常常念这句佛号，啊，这个一尘圆满究竟大法，你统统掌握到了，你修成了，行人。但能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彼得往生，万修万续，故知行人受持此经者，即是依教奉行，如佛训诲，正为生死发菩提心，身心祈愿持佛名号，故知常念不绝。究竟所指呢，则在常念此一句名号，不觉者今念相继。咕噜将就是常念不绝。啊，四十年前，向君香这个老太太，名字我记不得了。啊，南台湾的同学都知道，三年常年相继，他念佛不中断。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牢牢记住的。啊，不能不效法的。这些人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了。啊，他们在生的时候非常可能有很多地方不如我们啊，但是他这一句佛号的成就，我们有再多的长处都比不上他啊。所以自己有智慧，有能力，不必傲慢，
啊，不比较的值得骄傲，没什么好骄傲的。啊，跟这些人比差远了。跟这些人比什么？比清净心。啊，这些往生的人都得到清净平等觉。我们今天的心不清净，不平等，迷而不觉，怎么能比得别人？啊，念老这一句注解注得非常之好。常念不绝，究竟所指就是常念这一句名号啊。把这一部经说完了，这一句就是经中的幕后语啊，不惧今念想起，行人、修行人、修净土的同学，果能真实发现。这句话重要，真发现了，真求往生了。什么时候？越早越好。不要耽误啊。耽误就错了。一切时一切处，就这些句啊，老实念佛呢，唯此一句，念念想起，一句接一句，不中断。这必定啊，如燃香人心甚有想起，这是大师之菩萨说的。南无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德相啊，是弥陀化身之相。我们常念就会燃这个香气，临命终时，佛来接引，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引，啊，慈悲加油，定心不乱，啊，我们只要老实念佛。念念想起，念到功夫成片啊，自自然然听一遍啊，没有起心动念，佛号也不会断。也就是我们常讲养成习惯了啊，习惯于念佛
啊，没到一心不乱，这个人决定得生。啊，佛来接引的时候，慈悲加佑啊，首先放光，佛光一照，我们自己的功夫就提升一倍。所以有许多人在往这个助念当中往生的，那是什么？功夫没有到一片，他的语言殊胜，有很多人送他往生啊，在这个时候他得到功夫成片。那佛光助照啊，他能往生，助念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助念真的是有福报啊！我们临终的时候有没有人来帮助我们助念？不要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不可靠啊！一定要自己念到功夫成片，我就不需要别人帮助啊！自己功夫成片的时候，佛光一照啊，就提升到四一心不乱，品位升了，四一心不乱往生方便有余土，功夫成片是往生同居土啊，所以自己要替自己准备好，有助念的更好啊，多多修福，助念的人也多，没有福报的人没人助念啊，要真的佛法，假佛法不行，到临终的时候还是没有感应，这桩事情我们千万不能够大意啊，要很在乎。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就是四十八愿所说的，你全统统得到了啊！真的三种不退呀！你做阿惟越之菩萨，云生四土，究竟涅槃。啊，十方世界四土是不同的维持空间，但是极乐世界的四土同一个空间维持，所以叫原生啊，究竟涅槃。这个几句话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果德。无比的殊胜稀有啊，故佛此时啊，因为这个缘故，释迦弥陀都是慈悲开始，常年不绝则读得道尽，这就是迅速快捷啊，捷径进入
是为持名一法，乃修行之进路。啊，修行遇到这个法门，成佛最快。啊，不要多生多劫。啊，不必那么样的辛苦，一生圆满成就。啊，老实持名，则得到圣速也。上至下愚，不已也。啊，最容易度的。上至他一听，他就明白了。啊，决定不动摇。下愚也如是。像郭楼讲这下愚。他听了这一句，他一生就不动摇了。这一句真的念到底了。啊，出家了，有人供养，物质生活不要操心了，你还要忙什么？就是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就能够消化一切众生对他的供养。啊，为什么他往生成佛了？他有福了，所有供养他的都得福。啊，如果他不能往生，还搞六道轮回，受的这些供养，将来要还债。古大德说：“今生不了道，皮毛得去还。”你要做畜生，还债呀！啊，在过去畜生，他服劳役，牛要耕田，马要拉车。啊，为什么替你耕田？为什么替你拉车来还债？过去生中欠的。不能不还，啊，甘心情愿还债，啊，那么现在科学发达了，走向机械化了，这些牛马都失业了，啊，中国内地还有一田，这个牛耕田的，外国没有了，全部机械化了。啊，那牛马怎么还债呢？牛都被杀了，啊，买牛肉了，你看多痛苦！啊，马也不拉车了。啊，古时候战争时候有骑兵，现在用机械化部队，骑兵没有了。啊，所以马很少，啊，像这个香港还有跑马的，那个马也是来还债的。善因善果，恶因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啊。没有人能够违背也。啊，下面说，该喜，心愿持名之法，心作行事，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果觉因心，故得
道起，为什么念佛成佛那么快？这里头有个道理，道理是什么？你本来是佛，你的心就是佛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这八个字是净宗立教的理论依据。啊，用果觉做因心，这是跟八万四千法门不同的地方。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从因到果。那念佛呢？念佛是从果到果。啊，阿弥陀佛是果啊。我们念的是果，成就的是佛果，这是跟八万四千法门、跟无量法门不同的地方，不能不知道。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不怀疑了。啊，断疑生信。啊，从此以后，一心一意，一句佛号念到底。那念佛不拘形式，你没有压力，出声念可以，默念也可以。啊，金刚持口动。没有声音也可以。啊，你看地老法师教的多方便，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就是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什么也没有。啊，心愿持名之法，心作心事。果觉因心，故得道尽，所以你成就那么快。又因为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是阿弥陀佛大愿的根本啊，这又要让你增长信心。这个方法阿弥陀佛亲自传授的设方如来教化众生的啊，秉承阿弥陀佛的大愿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介绍，多次宣讲啊，所以是以弥陀大愿为本，弥陀第十八愿就是念佛，一向专念，生念必生，所以最易下手，最易成就，故称一心法，号心中净，心是小路，接近，接近当中的接近，没有比这个更接近了。最接近的一条路，最不容易遇到，最难相信，但是它成功特别高。而且成就是究竟圆满的成就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